大家为了见证新人们的幸福而相聚在这里，让我们由衷的再一次献上我们祝福的掌声。5月2日星期六的今天，夏日阳光绚丽中，这是多么的充满着灿烂与温暖，耀眼的蓝天白云，清澈的海水，洁白的沙滩，也成为今天的嘉宾，和我们一同见证准新人们真诚纯粹的爱情承诺。今天是我们澎湖县特别举办沙滩结婚活动，澎湖县政府以及十里社区的乡亲们将秉持澎湖之光的用心哦，竭尽所能的散尽心力，期待让整个婚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温馨感动喜悦与欢乐中，让所有的嘉宾们以及新人们享受最美好永生难忘浪漫的一天哦。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以兴奋及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六位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和帅气十足的大朋友所精心设计的开场秀，一起来欣赏。县长、市长，还有我们十里的里长，那么社区理事长，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今天呢，
啊，看起来我比我娶媳妇还有点紧张，因为我娶媳妇也没有这种场面啊。那今天呢，在十里，我是十里人，那么十里的第一次呢，给了四位新人，在沙滩上举办这样的一个啊隆重的一个婚礼。坦白讲，我只有在巴厘岛听过。